车从信义分局开出来，挡在路中央要拦车，三名制服员警见疾驶而来的车似乎没有要刹车，急得往后闪，从驾驶座下车的警察还吓到跳开，拔枪喝止。但这辆双 B 双门跑车刻意从左方绕开逃逸乱窜，警方一路追逐到砂石便道。下车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手背后面，手背后面。先是拒捕，还冲撞拦截点，差点撞到远景，波及一旁停车的机车。远景一连开了九枪，击中跑车的左车轮引擎，围捕将人压制。手后背，手后背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驾驶是41岁的柯姓男子，车是他在台中市北屯区偷来的，要开往南投埔里老家找妈妈，途中开到没油，两度到加油站加了霸王油，分别是700元及1400元，是加满。他跳停之后1400，然后我们去跟他收钱的时候，他都说等一下我拿钱给你，然后我们说好，要神经去跟他收钱的时候，他车子就慢慢的这样开出去，然后人就不见了，就没有再回来。遭警方前后夹击，见退无可退，柯姓男子只好束手就擒，偷车加霸王油还拒捕，还没看到妈妈，先被移送法办。三立新闻吴坤宇南投报道。